西汉王朝是中国历史上最强盛的王朝之一，在它的历史当中啊，也出现过像汉高祖、汉文帝、汉武帝这样文治武功的皇帝，但是呢，海昏侯刘贺却是其中唯一一个无年号、无庙号、无在位年期的三无皇帝，甚至说你在汉代皇帝的列表当中啊，有些你都找不到他的名字。刘贺的一生跌宕起伏，史书上记载的刘贺呢是荒诞昏庸，在位27天就干了1127件坏事儿。那么，真实的刘贺真的像史书上记载的那样是那么的荒唐吗？随着海昏侯墓的文物不断的出土，研究不断的深入，会不会让我们看到一个不一样的刘贺呢？西汉海昏侯刘贺的墓葬位于江西省南昌市大唐坪乡关西村的郭墩山上。在2011年的3月被发现之前，当地村民绝不会想到他们世代生活的村落旁边竟然一直沉睡着一位距今2000多年的汉代王侯。在实地探访之前，让我们先通过文献记载来读一读海昏侯刘贺的人生简历。刘贺的前半生似乎都被运气的光环笼罩着，他出身高贵，爷爷是大名鼎鼎的汉武帝，奶奶是倾国倾城的李夫人。父亲刘伯作为汉武帝与李夫人唯一的儿子，被分封到物产丰富、民风淳朴的山东，成为第一代昌邑王。这让刘贺从小就过着锦衣玉食的生活，而父亲刘伯的早逝更让5岁就继任成为第二代昌邑王的刘贺从小缺少管教，养成了异于常人的性格。你可以设想，5岁的小王爷他懂什么？不知名声价值之间，他那个一亩三分地，他说了就干，定了就算了，养成了一个很不好的一些品性了。从5岁到19岁，昌邑王国就相当于一个巨大的游乐园。掌管着最高权力的刘贺在这里度过了自己的青春期。据《汉书》记载，当昌邑王的刘贺骄横放荡，有时还喜欢奇装异服，在汉昭帝病重时仍照常跑马打猎，跟养马的奴隶、掌管膳食的厨子一起吃喝玩乐。这一点我们从刘贺墓葬中出土的文物便可见一斑。这就是西汉海昏侯刘贺墓葬的遗址。汉代人讲究视死如是生，刘贺的墓按照生前居室的格局布置。主椁室分为东西两室，东室是刘贺的卧室，他尸骸所在的主棺便是在这里发现的。西室则是刘贺的书房。主椁室的四周按照功能分布有娱乐用具库、文书档案库、武库、衣饰库、钱库、粮库、乐器库、酒具库、厨具库、车马库、月车库等。在酒具库中出土的各式各样的酒具可谓数不胜数，其中考古人员还发现了这件西周时期的酒器提梁酉，它浑身雕刻着凤鸟纹饰，造型古朴，底纹制作技法、分范铸造方式与西周早期无异，并不是后代的仿制品。西汉的海昏侯墓怎么会出现上千年前的西周器物？专家推测，这件提梁酉不仅反映了刘贺是个爱酒之人，还是个收藏爱好者。而刘贺出行时也是声势浩大，威风凛凛。考古人员在甬道的月车库中曾发现2辆用木头做的月车模型，它们到底有什么作用呢？在现场，海昏侯墓的考古领队杨军就为我们讲述了刘贺生前出行的仪仗。等于说墓道进来是月车，这月车就是他出行的引导车，是一部古车，一部金车，
是配置的，就是前面出行的击鼓前行，它是出行的引导车。金车是纯鱼和我们所说的悬挂的那个镯的，镯的那个配置上面也是敲的，就是属于敲钟嘛。我们中国人讲鸣金收兵，它是回来的引导车，所以现在看到打仗的时候击鼓，击鼓前行啊，等于说鸣金收兵。实际上它这个上面的这个车都是跟先秦的军乐是有关系，可以看到它王侯出行的威仪。不难想象，刘贺当昌邑王的生活应该是骄奢万分、排场十足的，而命运似乎对刘贺格外的偏爱，在他19岁那年又给了他一个天大的惊喜。公元前74年的一个晚上，一阵急促的马蹄声忽然打破了夜空的宁静。当时已是半夜，可昌邑王刘贺却是睡意全无，他的手里拿着的是刚刚从京城800里快马带来的机密喜书。预感到非同寻常的刘贺来不及等到天亮，当即命人点灯，打开喜书看了内容。喜书大意是说，让刘贺即刻前往都城长安继承大统。刘贺惊呆了，这天下至尊的皇位怎么会突然落到自己的头上？原来当时的皇帝汉昭帝没来得及留下子嗣，就英年早逝了。朝廷群臣在皇族中千挑万选，最终挑中了汉昭帝的侄子刘贺继承皇位。而在这场关于皇帝候选人的挑选中，权臣霍光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那么霍光是当年汉武帝的托孤之臣，汉武帝这个死的时候，他把江山最终是给了他最小的儿子，年仅8岁的刘弗陵，因为这个孩子太小啊，这个汉武帝不放心，不放心呢，就把自己最信任的一个大臣叫霍光的，就把他提拔成国家2号人物，叫大司马大将军，内管朝政，外管军队，啊，是一个很厉害的角色。汉昭帝刘弗陵继位时才8岁，所以一直以来，朝中的大权实际上都是由辅政大臣霍光来行使。如今昭帝突然去世，霍光急于寻找下一个容易掌控的皇帝。霍光为什么会选择刘贺呢？因为刘贺年轻，年轻的皇帝嘛，就比较好驾驭嘛。所以这个霍光通过这个上官皇后，上官皇后就是汉昭帝刘弗陵的这个皇后了。上官皇后跟霍光呢有亲戚关系，这个上官皇后是霍光的外孙女。那么霍光通过上官皇后发布一道诏令，把远在山东昌邑的刘贺征召入朝，征召入朝过继给死去的皇帝刘弗陵，为他的子嗣，这个先接太子位，然后接皇帝位。昌邑王府内看完传位喜书的刘贺喜出望外，他命人连夜打点行囊，第二天中午便带着一大帮随从急匆匆地向着都城长安出发了。当年6月初1，一番仪式过后，昌邑王刘贺正式登基，成为西汉第9任皇帝，这是他人生最巅峰的时刻。但是命运却从此和刘贺开起了玩笑，仅仅过了短短的27天，刘贺便被一手把他捧起来的霍光率太后和群臣废黜了。他的命运急转直下，从天堂跌向了地狱。那么这27天当中究竟发生了什么？刘贺呢，他当时从这个昌邑王变成皇帝之后呢，他的感觉就上来了，他就开始就是不务正业了，整夜的吃喝玩乐。他当时就把昌邑国的他的宵小们叫到了长安，和他一起吃喝玩乐，那也把昌邑国的官署也调到了长安中央朝廷这个位置担任要职，并且呢给他们加官进爵，这是一个荒淫无度的一个表现。那同时呢，他也犯了一个大忌，汉昭帝刘弗陵
他的主棺柩呢还停在宫殿的前殿这个位置，全国呢还是处于一个国丧期间。他叫来了就是昌邑国的乐队乐人，在这个棺的前面进行了演奏歌唱，然后跳舞，这是一个大忌。按照汉朝的礼制，为先帝守孝期间要禁食酒肉，禁赏乐舞，但一向享乐任性惯了的刘贺当了皇帝，哪管得了这些？他不止夜夜歌舞不断，吃喝玩乐，随意征调，任命官员，向各地索要财物，甚至还做了两件大不敬的事。所以《汉书》里记载的一件事情，就是说，这个皇帝竟然给先皇帝，就他的继父了，给先皇帝的一个宫人，一个叫蒙的女子，做了不能做的事情，这就是大不敬的。刘贺他当皇帝之后呢，他是非常的纨绔，他当时呢就命他手下的人去把皇太后上官氏专门这个小马拉的御车给弄了过来，然后把这个御车呢放在掖庭，掖庭就是相当于这个庭院里面，当作玩具车，就来回的拖动游玩嬉戏。汉朝十分重视孝道，甚至有举孝廉的制度，出名的孝子可以被举荐为官。刘贺是以过继太子的身份当上皇帝的，这也就是说，去世的汉昭帝和健在的上官皇太后是他名誉上的父亲和母亲。如今刚上位没几天，刘贺就对父对母都做出了大不敬之事，推举他的霍光和满朝大臣们又会作何反应呢？史书记载，霍光以刘贺不堪国家重任为由，联合他的外孙女上官皇太后和众多老臣，列数刘贺为帝27天，就做了1127件坏事，宣布将他废黜回昌邑，取消昌邑国。刘贺虽然可以继承生父刘伯的所有财产，但从此贬为庶民，过上了软禁的生活。11年后，当时的汉宣帝派人查看刘贺的情况，觉得他意志消沉，再无威胁，便把他封到豫章郡海昏县，当了海昏侯。尽管《汉书》确实记载了刘贺有种种荒诞不敬的行为，但27天便干了1127件坏事的说法，仍让人难免猜疑。平均下来，即使不吃不喝不睡，刘贺平均每小时也得干1.7件坏事。这真的可能吗？刘贺他被废除的理由，在《汉书·霍光传》中有个明确的记载，他在位27天27日，使者庞武持节招诸，官署征发，凡1127件事，他是翻译上出了一点小问题。他这个1127件事呢，指的是他命令官署征收物品，征收了1127件，而不是说他做了1127件坏事。当时的制定1127件坏事呢，是霍光和手下的群臣给他制定的一个罪名。霍光是为了巩固他的一个政权，包括他辅政大臣的一个权力，才会做这件事情。2000多年过去了，历史的真真假假早已湮灭在风尘之中。那么，真实的刘贺到底是怎样的人？我们能不能从他墓中出土的文物身上找到一些答案呢？海昏侯墓的文物出土了之后啊，其中一部分就来到了他的新家江西省博物馆。那么今天我们走进去看到里面陈列的这些海昏侯的遗物，会不会认识一个不一样的刘贺呢？这个刘贺和史书上记载的相同吗？刘贺墓中出土的文物共10000多件套，涵盖了金器、青铜器、玉器、漆器、竹简、木牍等多个类别。走进博物馆，除了金光灿灿的马蹄金、麟趾金、金柄和金板，
首先吸引我们的是刘贺精致典雅的生活用品。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些是灯具和炉啊。对，这些呢有包括博山炉，还有包括各式的这个灯具。哦，那它们分别的作用是什么呢？那么这个博山炉的话呢，您看哈，它的形状的话呢，其实是一种仙山的这种感觉。那么里面呢装上这个熏香，烟雾缭绕，仙山仙境啊，有这样的一种作用啊，有这种想升天的这样的一种愿望，所以呢就有这样的一个博山炉的样这个造型。哦，烟雾流出来应该还是仙气飘飘的那种感觉。对对对，仙山仙境的感觉。这些都是炉，这些都是炉。然后唯一一盏灯好像在这儿，这种莲枝灯啊，我们在之前的很多纪录片当中看到汉墓当中也有出土。对，你看它的外形，其实它很像一棵神树啊，可以呢，沟通天地神人。那么它这件呢是五莲枝，它是符合列侯的这样的一个等级的。除了青铜灯具，在博物馆的另一侧还陈列着不少造型精美的玉器。子母虎纹玉剑制，雕有龙虎凤纹式的射形佩，温润剔透的玉环玉簧，让人目不暇接。其中，一件不足巴掌大的武者玉佩饰尤其引人注目。它雕刻着一位正在舞蹈的女子。女子身着汉服，左手举向头顶，右手落于腰间，姿态曼妙，身影缓缓，仿佛随时在舞动。无论色泽还是工艺，都堪称玉中精品。儒家以玉比德，认为温润的玉具有仁、义、礼、忠、信等多种德行，而这些德行可以促进君子修身养性，因此君子无故玉不离身。汉书对刘贺的相貌衣着描绘中曾提到他的佩玉环，而在刘贺的棺椁中，他的尸骸上更覆盖着六七块硕大的玉璧。莫非刘贺的真实性情并不像史书上说的那样放荡不羁，而是像君子一样温润如玉？然而，对于这些器具所反映的含义，专家却给出了不一样的说法。金器、铜器、玉器、陶器和漆木器，这些方方面面反映的是汉武中心社会的一个整体情况，所以它跟某一个人，跟刘贺这个人没有太大的关联性。刘贺作为王侯一级的贵族，用具雅致，穿金戴玉，确实也在情理之中。那么在接下来的探访中，探访者还会对真实的刘贺产生哪些猜想呢？这次在海昏侯墓当中呢，我们还出土了一些西汉的青铜剑，即使过了2000多年，就这么隔着玻璃，感觉啊，还是能感受到那种寒气逼人的锋利的那种劲儿。这历史上记载啊，刘贺体弱多病，但是他的墓葬当中呢，又有那么多的青铜剑，难道说他是一个习武之人吗？又增加了我们对这个墓主人的一些好奇。作为倾国倾城的李夫人亲孙子，刘贺的身材相貌也一直为后人所好奇，他到底是体弱瘦小还是高大强壮？在刘贺被贬为庶民回到昌邑的岁月中，当地太守张敞曾与他有过一次会面。在后来给朝廷的上书里，张敞详细描述了他所见到的刘贺的外貌。张敞说，刘贺脸色很黑，小眼睛，鼻子尖而低，胡须很少，身材高大，患病行走不便。看来刘贺虽然身材高大，却患病在身，行动不便，不像是个习武之人。那为什么他的墓室乃至棺椁中还贴身放着剑呢？
实际上当时作为武器的时候是应该是刀，还手的那个刀，剑只是贵族配件，只是一个身份的象征。从现在的生活用具、玉器、剑具来看，似乎无法寻找到关于刘贺性格的准确答案。不过在刘贺墓的文书档案库和竹椁室书房，考古人员还出土了数以千计的竹简和近百版木牍。这些竹简和木牍排放整齐，排列有序，应该是刘贺生前常读之物。一个人的阅读习惯往往反映着其文化素养。那么这些竹简和木牍上都是些什么内容呢？海昏侯墓目前出土的竹简有5200多枚，现在我们看到的是很多是儒家的经典，比如《论语》《礼记》《孝经》《诗经》《春秋》这些东西。那么多竹简，可以看出这个人还不是喜好啊，这个喜好文学啊，喜好这些东西的。诗书啊、音乐啊这些方面，应该是还是。比较有品位，比较有修养的吧。据史书记载，刘贺在帝位被霍光强行废黜后，虽然慌张万分，但仍能脱口而出一句《孝经》的名句：“天子有征臣七人，虽无道，不失天下。”意思是我虽然没什么能力，但身边如果有七个直言敢谏的大臣，也还不至亡国。刘贺引用《孝经》的这句话，虽然没能挽救自己被废黜的命运，但这个细节也从侧面证明了他有一定的儒学修养。一路看着刘贺生前的这些生活用品走过来啊，我发现刘贺生前是一个很有生活情趣的人，而且这上面正好写到他是师从西汉的大儒王释。正好呢，在他的墓穴当中又出土了孔子的屏风，还有非常珍贵的《齐论语》的竹简，说明刘贺呢，他是接受儒家的教育思想成长起来的。我怎么都没办法把他和历史上那个在位27天干了1127件坏事的刘贺联系起来。在海昏侯墓竹椁室出土的孔子衣镜，也令考古人员大为惊喜。孔子衣镜具有屏风功能，在衣镜背面除了孔子的生平故事和衣镜赋，还有孔子及其弟子的画像。这是墓中出土的最珍贵的漆木器之一，同时也是目前历史最早的尊孔考古实证。因为汉武帝的时候就是已经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可以看到当时社会对儒家思想的推崇。元康三年，刘贺被封迁到南昌，成为第一代海昏侯，但却被明令告知不得再进京行宗庙朝堂之礼。被剥夺了祭祖资格的刘贺并不甘心，他不仅与夫人通过奏牍频频上书朝廷请求进京，还每年准备了足量的酎金。酎金是指祭祀太庙时诸侯祝祭所供奉的金子。在博物馆的这块金饼上便写有南方海昏侯陈贺元康三年酎金一斤的铭文。这些金饼和金板就是刘贺希望汉宣帝有朝一日回心转意，他能在祭祀太庙时献上的供奉。他都有酎金，就是他做梦都想恢复他这个政治待遇，也就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是海昏侯刘贺的一种对家对国的一种情怀。可惜的是，朝廷最终也没有让他如愿以偿，心灰意冷的海昏侯刘贺只能望着滔滔江水，面朝长安，慨然长叹。曾经的荣华富贵如同黄粱一梦，恍若隔世。仅仅当了4年的海昏侯后，刘贺便溘然长逝，终年34岁。
同时也把他生前未能供奉出去的金子和无尽的宝藏带进了墓中。有人说啊，这时间是一个伟大的作者，总会告诉你想要的答案。但是看完刘贺跌宕起伏的一生之后，我在唏嘘感叹之余，更是觉得相比于时间，文物更像是一个公正的讲述者。它会真实地反映出它的主人生平的喜好和品味，以及它或悲或喜的人生经历。我们相信，随着海昏侯墓这些文物进一步的研究和解读，会有更多的信息释放出来，让我们看到一个更加丰满和真实的刘贺。